點啊？有白板有筆，我哋應該可以開始畫畫咧。畫畫之前咧，我哋就有個額外嘅小測試。點解唔俾我畫畫？反對，拖出去斬啦，導演！反對！喺真畫畫之前咧，要做真正嘅閨蜜咧，先要縮窄你哋之間嘅代溝。我哋有代溝咩？睇髮型就知道冇。25年啫嘛，中間只係差咗個譚校長，係咪？唔算好過分啦。而家咧就出一啲以前嘅用語同術語啦，所以就玩猜猜畫畫，其中一個就畫，另外一個就擰住面，唔好睇題目，靠幅畫估翻嗰個用語同術語出嚟。哦，咁即係我唔睇咁樣，咁俾你畫咯，係嘛？好啊。你畫我咪我估啦，相信我。第一個。你啲畫工點啊？其實都一般般。表達能力呢？我本身仲諗住令你相信我，但係表達能力你知嘅，應該都唔會好得去邊。即係之前真係好應該拍古裝。為什麼？嗱，你而家呢句咪講咗俾我聽點解啦？可唔可以飛嘅？可唔可以飛嘅？唔可以嘅。過係嘛？好似走埋人咁都係過係嘛？呢題過。OK。有个人，哎呀，小心地滑。你扇我。两个字，但是濑嘢。另外一个字是英文嚟嘅。对唔住啊。系 wet 嘅意思。小心地滑。哇！你同我真系越嚟越近啦，因为我哋两个同呢个世界都越嚟越远啦。好，下一题，几多个字啊？两个字，以我呢一个表达方式，应该系可以嘅。你系画紧两个字啊？呢个系。但是我們要這個細沒錯之後大一細這個是月餅是但是我是要這個我連用細用是啊你用細用是什麼、yeah. 不知道雲吞麵原來是這樣好祖藍祖藍哥你畫我來估好叮当！哎呀，佢知啊，佢唔系叫哆啦 A 梦啊！哎，仲有一题，别啦，你个表情系三个字。我本身以为系福禄寿。但是想想下又不是这个真的去哪里啊喝啤酒是的那这个是什么摆围台这个叫做围那这个呢打电话打电话通常你一拎起电话你会讲 Hi 中文你好一个字围围围围真的围围围围围围喂喂喂咩事知唔知点解知唔知点解而家真係完全唔讲㗎係咪嗰啲打死不离三兄弟嗰啲 friend 其实一班人呢自己喺度自吹自擂自己喺度觉得好玩就算啦喂喂喂成班人真係喂喂喂啦自己开心就得啦终于成班人哦、啊、絕咗种啦喂喂呢三个字原来絕咗种啦我根本就唔識答你哋嗰啲大部分係完全係